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17集的节目啊！我知道非常多人希望我做那款放大版本的御天至尊，但是呢，因为零件上面呢有一些出错，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还不会去录这个东西。如果补件没有完成的话呢，这个节目其实也就不用做了啊！网络上已经很多的开箱啊，简单的说啊，就是很大很够分量啊。 非常非常不赖的一款放大 KO 的作品，我想讲这样也就很够了。那御天至尊嘛，我们今天也挑一款御天至尊来做。那么手上这一款呢，是泰坦回归时代的一个模具，但是呢，它并不是当时的美版啊，这是一款 SDCC 版， 2016年圣地牙哥动漫展上面的一个组合包里头的作品。它还有一个小诸葛跟一个风刃啊。 三款都是异色版本。那以这个御天至尊来说的话，它是标榜是属于一个透明配色。那这是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，是一个飞机的一个状态。那我们可以拿出当时的一个美版。那我再次提一下，我手上这款的美版呢，上面有特殊的贴纸，这是台湾当时的代理版的话呢，在反斗城呢有做一个特价或者是一个组合的一个活动，所以它身上的话呢会有一些其他地方不会有的这个贴纸。 那么呢，这个以分色来说呢，其实当时的美版分色也比较好。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，光枪的配色它就是一个铁灰色，身上的话呢这一代做出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个配色，上面的一个博派的标志呢也是不一样的啊、这是当时的一个美版，然后这是 SDCC 的版本。那具体来说它的梗在哪的话，各位可以如果知道，可以给我留言解说一下。 那这个就是再次提一下，它的标榜是一个透明的一个版本，所以这些地方都是一个透明的。那作为一个飞船的话呢，它的一个泰坦回归嘛，它的这个小人的话呢，都是收在这个上面这里，不对，它从后面打开啊，这里。那我们呢也可以对比一下它所附带的小人，你看这个手脚的部分呢，也都是一个透明的部件。那这个是原本的一个美版，这个可以对比一下。 两者的做工都差不多啊，并没有说谁比较松的一个状况。那我不得不提一下啊，其实呢，这个泰坦回归刚出推出的时候呢，它都是呢同一个模具都会有两个角色，尤其是 Voyage Class。那么当时的话呢，都是异色版先推出，然后应该说是大火车的模具，它就变成太空梭跟大火车还有机器人。 那它呢？御天至尊呢是属于它的一个算是同模改色，但是泰坦回归的时候呢，都是先把改色版先出，然后原来的模具才会再推出来。就像当时的毒气弹，它也是先推出 Optimus Prime， 然后再把毒气弹给推出。那也是先推出 Megatron， 再推出闪电，然后这个的一个操作都是完全一样的。 那讲一个有趣的一个历史，在介绍玩具之前，我们就是简单讲一下当时的状况啊。当这个御天至尊推出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要等大火车啊，因为觉得大火车才是这个模具真正的主人。”结果实际上呢，御天至尊呢只有在美版的 Wave One 第一波有推出，之后它就没有再推出过了。然后大火车呢一直山鸡到泰坦回归呢，从反斗城完全消失的时候呢，它才跟着退场，所以它当时它的量是非常的多。我不知道是大家没有买，还是说它的量太多了，还是怎么样。Anyway， 反而变成了这一款 Voyage Class 的这个玩具里头呢，反而是这款御天至尊呢，它是最早消失在市面上的。所以如果你手上有这一款的话呢，你应该会注意到它的价格应该是非常非常不低的，非常非常不低的。 那么这款 SDCC 版的话呢，因为当时的圣地牙哥的那个组合包呢，有一段时间呢非常的便宜啊、在台湾有一度的崩盘，所以当时这一支呢我是另外再单独在买的，我那一盒 SDCC 那个礼盒我完全没有拆，这个我记得我当时是台币大概500块钱买的，就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划算的。 那我们接下来示范一下它变成一个列车的一个形态啊，非常的简单呢。首先的话，先把这个翅膀呢跟这个手臂呢这个地方做一个分开啊，这里上下错位把它给扭开。那这里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，哎，这里已经碰开了。然后呢，两手臂的话呢就往两侧翻出去啊，这个翅膀的话呢把它往上挑起来，转到上面就行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部分的话呢可以把它给压下去，那不要碰到这，碰到这的话呢它会弹出来啊，就暂时的把它给压进去。然后这里有4个卡扣，一处，这4个卡扣稍微扭一下呢就可以把它给松开了啊。它的话呢卡得非常的紧，非常的紧。这里是一样，四个地方都给打开。打开之后的话呢，把这个两腿做一个分开，连同这个裆部呢整个都给分开。整个分开之后啊，这里往上扣上去啊，这里这个黄色的凸要扣进原本手臂内侧这里头，然后呢再把这个部件呢再次的给翻出来，翻到这边，跟这里做一个组合啊，这里有一个凸。 看到吗？然后这里有个凹，这里把它给扣上去。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，一样是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只是这里是方形对圆形，把它给扣上。然后这里的啊，这个比较容易去忽略到，有时候会没变到啊。这个有一些人呢做影片经常变形不到位啊，这边我要特别提醒一下这个地方记得。然后呢，前面这块部件呢，你可以翻也可以不翻了哦。 但是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要翻啊，应该是要翻，就是把这个地方翻出来，这个是比较像火车的一个头啦啊。那如果你不翻的话呢，它比较像是新的火车，比较像新干线的感觉。这个地方把它给扣回去啊，这里刚刚被人蹦开了，把它给扣回去。好，这一侧的变形呢就算 OK 了啊。那另外一边的变形呢完全一样啊，两侧的变形是一模一样的。这里把它给扣过来，这个地方扣进去，这里往上。 先把它给扣上啊，这里一样翻出来，这边的话呢就把它给翻开，然后呢做一个简单的，你看它这个地方是不会影响到的，是直接可以翻过去的啊，不用特别担心。这里是一样扣过来，这个地方都扣好之后呢，其实就稳了，就稳了。然后还有这一块啊，记得把它给翻下来。那最后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就朝这个地方转过去，你转这边一定是不行的，转这边就 OK。然后呢这里有个凸，扣进这里，用这个双动关节。 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调节，就可以扣上去了。这边这样子把它给对下来，整个变成一个非常长条形的一个载具啊。这里扣上，扣上，好的，这边，然后最后就剩下这个。首先我们去看一下它的滚动性啊，是没有问题，非常细长的一个列车。 当时我做美版的时候，我说它是一个假铁城配色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应该是16年没错吧？它当时有一个日本的，当时有一个番剧嘛，叫《假铁城的卡巴内里》，这个刚好它要是变成火车啊，这感觉啊就有点像，给各位看一下。那它的细节其实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，但是这款透明版的话呢，没有那么明显，没有那么的明显。那我们拿出它的。 好吧，姑且称呼它为所谓的模具的主人。这个大火车其实也跟 G1 里头的大火车当然是完全是不像了啊，但是它确实啊就是那个意思。各位也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吧。在这个配色下的话，细节就显得比较明显。上面还有这个炮台啊，这个炮台当然上面也是有的。那这个异色版的话，就感觉就是比较怪。那这个最后的话展示一下，这是美版，然后加上贴纸之后的一个细节，到这边。 对不对？这个看上去就更加的精彩。以这个配色来讲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三款里头吧，如果说行有余力的话，其实以当时的美版这个配色应该是最好看，但是现在恐怕是不容易买到了。那这个就它是，这就是它的一个双头都是列车头的一个载具的分享。 来看完它的列车的形态啊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它变成一个人的一个样子了啊。那上方这个炮台什么都是不能动的啊。那变形的时候呢，先把这个地方啊给松开来，这个地方另外一侧也是一样。它的这个变形啊，全部都是对称的啊，左边右边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变形啊。这边拆开之后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给分开，这里稍微撬开一下，这里撬开，然后就把这个。 折进去，这一块翻下来啊，对应边这里也是一样啊，同样的步骤呢，我们要做4次啊，这里一样扣下来，这个地方打开，然后斜肩翻出来到这，往下放转到前方，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，从这个地方先把它给分开，然后这个部件先盖过去，上面盖下来，这里鞋子的话呢，从这强行推开也是可以的啊，然后呢这个地方一样，下方先盖，上方再盖。 这样子过来，到这边两侧做一个合并，到这，然后呢，它的一个腿部的变形呢就算 OK 了啊。手部的话呢，自然下垂就可以了。然后拳头从这有个钩啊，我们把它给往外翻一下啊。但是呢，有时候呢是偏紧啊，如果太紧抠不出来的话，如果没有指甲的话呢，就用一点道具啊什么的也是可以的。它抠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阻力啊，大概在前半部大概1/3的位置，它是会勾住的。啊，不行，这个手太痛了，我的手受不了，就只好把它给翻出来了啊。 耶，这个这么难抠啊，对不对？再试一下好了，说不定。哦，好痛耶，真是的啊！这个很久没有玩这个东西啊，然后把它放下来，它的背后的话一样是有凸跟挠，把它给扣上去，到这。然后呢，这个翅膀的话呢，你可以利用这个松动关节，把它往后面叠过来。 让它离身体远一些些，到这。那么最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把这个最后超级系机器人的一个合体啦，我们肯定是把头留到最后的吧。然后可以顺便看一下这个头雕，其实有点像 OP 啦啊，有点像 OP。那这个呢，你如果不好盖，你可以先把它给戳进去，然后呢把它给从这扣下去，然后就按一下，啊，这个部件就弹上来了。 最后呢，我们就把武器给组合上去，就完成了我们这款 SDCC 组合包里头的这一个啊，这里有一个支撑架，把它扣上去。御天至尊透明版本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了啊。以人形来讲的话呢，如果我们硬要把它跟电影版的这个御天至尊放在一起，这个电剑还是一样是很宽很大的。然后身形的话，方方正正，挺好看。 那由于它主打是一个透明部件，在人形状态下呢，透明部件都会集中在上半身，所以看上去就更加的明显。然后背后啊，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空洞啊，背后背包感觉也是有一点大，但是有一个造型啊，所以还算可以。可动的话呢，头部是泰坦回归的这个头嘛，手臂的话呢，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，平举也可以，手肘转动，拳头无法转了，腰身呢也是卡死不能动，叫前后踢。 然后没有接地的一个关节，泰坦回归的 V 级的玩具可动度其实都不是说非常的优秀啊，尤其如果你要跟现在的这个地出啊围城去相比的话呢，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只是当时标准美版的一个配色，然后呢再加上了一个贴纸的点缀之后啊，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，很帅气的一个御天至尊啊，我是非常喜欢的这一款。 到目前为止的话呢，我还是觉得它的造型，还有它的一个整个细节什么的，都算挺好。变形也是比较简单啊，变形比较简单。当然有可能有人觉得说呢，都是4不像或3不像。那最后的话呢，我们也把这个大火车啊，这个也是加了细节贴纸之后的一个表现，其实也不赖，也不赖。紫色的一个配色，而且有一点自带消光的感觉，都是非常好看的。反而中间这款透明配色好像是里头，我觉得。 没有那么样的，也不是说难看啊，就这3款，应该是3款配色都挺好看的，但是各有其所长吧。那就利用一点点时间呢，也算缅怀一下这个5、6年前的一个，5年以前的一个老物了啊。那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祝各位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